因为想让大家有一个休息的场所，我就把床垫很辛苦的搬过来，想给大家一个大惊喜。哇哦！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晚安，江江。晚安 ，morning morning。晚安 ，sweet sweet。晚安 ，baby baby。晚上就不用回去了。第二天醒来，一睁眼就排练。马卡巴卡，马卡晚。不想起来了。试一下，哦，可舒服了，哇，真的很软。哈哈，情人节快乐！我这儿还有一个蛋糕。哇！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献个橘子吃，献个橘子吧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我给大家准备了汤圆。这是我们组才有的幸福人生。